Hello， 大家好，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六场国战的比赛，希望大家喜欢。那么今天六场国战的话，由圆弧月如、红尘加星、船长、暴走司马老贼和九局方若曦提供的素材啊，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那我们第一局的话，先看一个轻松的魏国啊。那么第一局魏国，我们主视角这边是张辽加李典啊，张辽加李典。那么是一个六号位，其实我们看一下场上局面嘛。一号位那边装备卢奇，二号位丈八吉吉比，来美人儿底裤交出来哈，然后看就看呗。小娘子就给你一人了，许你一人。那边锁锁连环带一发，有我们啊队员的，有我们队友的这个嫌疑啊，很好啊，很好。桃园街一开一个，这个并没有多大的影响，送福利了。那我们这里直接强行跳了出来啊，这样肯定是南蛮捞一把，还要偷一个哈、啊，还要偷一个。这样的话，我们刚才玄玄就是看了牌，最后又摸牌啊，最后摸牌。这样看牌只是空牌了。那么一个南蛮炸出去之后，还有了黏弩，这样的话。哎，不卖血的都肯定不对了。天下苍生，哎，不卖血的肯定不对。那我就往死里躲，啊，把你往死里躲。天下苍生，我敢杀你！哈，为天下苍生，小再来，最后一杀了，最后一杀。当然，这个时候啊，我们的黏奴啊，哦呦，碰到华佗了，那这就尴尬了。那我可以把，黏奴还留着了，其实可以把黏奴。剃了吧，还是得把黏弩剃了啊！时候未到，你们萌萌哒哒克七七张牌在手，双头的话，这边这个卖血啊，还是要旺气啊，还是要慎重点卖啊，慎重点卖。你多刷一张都是为后面埋下伏笔。仿佛心若清明。还好，后面的话这边啊，真机大洛神天命之子，来一发。吾乃天命之子。壮士来一发，哎，困了啊！好，顺手转羊，锁锁连环来五、哦，哎呀，九火烧，这一骚八血出去啊，那整体控住其他三个人六血，好评。而且对于华佗而言的话，是非常伤的一局。忠孝为先，过河拆桥，最后的话就这样了，就这样了。那么注意啊，刚才甄姬是有给我们卖那个南蛮一张牌打，但是他并没有跳出来打，也没法跳啊，我们就开一个南蛮。那么这边的话，郭嘉再开一个南蛮，挨一个带一带，最后在九鲁恐龙吧，来一发啊，来一发，直接带走。乐不思蜀控一下女萌，瞬间啊两轮就摆平了，那我们这边还有桃子啊，一代牢什么的啊，这样就是慢慢撸孙坚呗。其实你怕他阴魂的话，也可以慢慢撸他呀，慢慢撸。把牌，天命，那直接离开了，那就这一局就这样吧。这还有我们最后带一刀。吾乃儒雅之士，不须与诸相争功。只是幻觉吗？这一局还是比较轻松吧。上来一个 AOE 一开，对吧？那么其实甄姬打的还算不错吧。这一张牌卖，两张牌啊卖也肯定要是要卖的，他就按着卖一下啊。啊，这是这一局轻松的一个魏国三打五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魏国，这一局的话，李典徐晃，狗魂没有带啊。那么李典徐晃在这边的话，应该来说整体这一局可能就不会如刚才那局浪吧，还是低调一点啊。今夜天下知天下大事。那么现在老诸葛在我们上家，他对我们的，如果啊他关心的话，还是对我们有一点点有影响吧。燕云张飞在此。那么这个时候他跳出副将张飞砍一砍，但是他这个时候去砍的话收益也并不太大啊，并不太大。我们直接三张杀弃掉，低调求生存啊。五号位的话也低调。那边无中生有，以逸待劳，知己知彼，看到了副将啊，看到了副将，然后呢没了。
七号位犹豫了一下，哎，算了，不亮吧，顺手转羊。好、反过来顺啊，结果打无戏。努瓦藤甲可能废队友了。一号位的话继续弃牌，粘土也没有浪挂，这样的话顺手转羊，这老诸葛直接打一个无戏啊，可能怕二号位拿到刀，到时候对着张飞啊正面刚啊，正面刚杀一刀南蛮打出去啊，我们直接出杀了。鼓于此，好，出来了一号队友，看我的，看我的，僵尸吗？还是凤凰？不，小法僵尸，哎，这就直接跪了，直接跪了，好吧，那他跪了就跪了呗，这个不想玩拉倒啊，消极怠工。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有一个南蛮在手里，哪里走？南蛮的话整体放是可以，现在暂时可以续了，可以续了，但是你续的放的话肯定是不是特别好，因为祝融的话再收回去再打一波大家可能有点伤，现在整体啊两个蜀国在场上，哎呀就要去打蜀国了。那么注意啊，场上还有这个判定独条，那么不是教主就是司马，能在哪儿呢？能在哪儿呢？击鼓于此以至四方，应该不太像我们队友这边啊。那么待会儿看啊，那边一号位弃牌啊，八一位都没有动，决斗。下次注意点，这在这啊，司马在这，下次注意点。那我们直接吃桃，勒布斯鼠，注意啊，我们这边的话是直接勒布斯鼠控一下司马，整体呢这样一控啊，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啊是跳一个蜀国的啊，跳一个蜀国的，因为现在蜀国和场上这还有独条啊，独条的话可能有跃进啊，也有可能是阿张。那么这样我们刚才既然跳飞位偏蜀一点的话，那么整场啊那边典韦肯定要去喷马超哈，剩下的人哦，结果又跳了一个蜀国，这样的话可能要跳回来了啊，可能要跳回来了。刚才一个小庄身份的话，但是至少啊老诸葛不会控我们的牌，说不定还会送我们一些好牌过来啊，还会送一些好牌过来。那边桃子就起，那个肯定不是飞鼠了啊，肯定不是鼠了。那么现在的话面对大鼠啊，大家肯定要齐心协力，三号位说不定啊，就我们说的老诸葛不好的牌肯定不会给我们，好的牌说不定还会送一送，过河拆桥，再过河拆桥，杀一刀暗将交给你了，交给你了。那么马超后面的话如果他们没有桃子哈、啊、那我们这边直接出来了，直接出来了。这样的话应该来说啊，马超刚才就是被坑了啊，马超就是被坑了。何居小姐，何居小姐，来吧，是吧，这样的话利用无将拍一下，即使这个地方老诸葛救一下，后面马超应该来说不太好活了啊，不太好活了。杀一刀典韦，不管怎么样总会有一喷啊，总会有一喷。哦，这还有万金，那么这样之后啊，我们形成了一个魏国三连痛了。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取你小命！取你小命！哈、啊，取你小命！这样带走，收人头。九鲁大桥，紧着再追一发。结果呢，这里啊碰到了天象啊，碰到了天象。早晚要还。那我们的话，桃子强行救起来还行吧？救起来之后，司马木牌那边反馈啊，有那个啊，有那个。多亏了爱卿丞相副做主，那么那边放权啊，天命击鼓于此，以至四方。这边的话，张飞兵粮肯定是要重的。逆天意，逆天难，逆天难，再来一发啊，再来一发。九杀有闪啊，有闪不虚的，司马没红的感叹了。胜乃可全。无中生有，最后的话火攻那个红桃啊肯定是带不走了，冰娘寸断，两波控住啊，两波控住。当然这边的话顺手顺走，大桥肯定是要被带走了，谁就胜了。那么这样之后的话，公瑾我先走一步。但是小胖现在还是可以放权的，还是可以放权的。那么司马这一波兵粮应该可以控啊，可以控。以至四方，
知天意，逆天难。现在整体六邪，我们也不敢浪迈啊。有讨好评啊，有讨好评。汪希的话没有敢再卖了，因为这里张飞啊不能浪卖，还好没有卖啊。上面是两张杀，是桃，再冰凉啊，再冰凉。但是这里冰凉的话，小胖希望他们直接带走了，小胖希望他们直接带走，一人来一刀啊。典韦即使断杀的话还可以啊，那个是我一击击哪里走，加一弩过去，谁占到先机再来谁就胜了。好吧，直接最后吃我一击，就这样了啊，就这样。郭太小也没有办法啊。那么最后司马来个闪电，好的，啊，这样的话就直接结束了啊，直接结束。天命难违。应该来说啊，我们刚才那个小庄身份啊，稍微有点作用啊，稍微有点作用。本来乐不思蜀控制司马的话，整体麻痹一下蜀国嘛，麻痹一下蜀国，他就两个蜀，这样还可以诱导，比如说暗将刚才的一号位。这边小胖还没有亮啊，大小也没有亮，可以诱导他们去打近卫的蜀国啊，打阵容蜀国。那这样一打之后的话，对于我们魏国肯定是最后有利的啊，最后有利的。但是万万没想到失算的，我觉得应该来说是那边又冒出了一个月印啊，那么最后不得不亮出来了。还好这样我们装了一波身份，老诸葛的话就没有控你了啊。啊，这是前两局的魏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吴国，那么我们这一局吴国的话选了陆香香大 boss 啊，大 boss。那么陆香香大 boss 二号位还比较前卫喽。人且魂呢，老哥何以如此对小妹啊？最后的话，这个我们直接亮出来啊，不能让你坑了再坑啊，一而再，一而。看我厉害！再三坑我们，那我们这边看我的厉害，万箭齐鲁挨个掉一掉啊。当然这个万箭一般来讲啊比较坑无将，现在这个局面的话，万箭开出来貌似啊这个可能队友不太多。那么那边两个魏国直接跳出来，一个反馈，一个放逐，放逐的话保了司马的行动能力啊。三号位在这边，当然我们第一个回合这样高调亮出来的话，本来啊，如果曹丕不亮啊，可能司马啊，威胁不大。但是曹丕这一亮之后啊，剩下的几个小势力可能就看戏了啊，可能就看戏了。本来说不定还要骚一骚你一刀，对吧？这个地方蜀国你看就开动了呀，开动了呀！你的魏国嘲讽大国呀，那不搞你搞谁？只借，只借不陪你玩了。对吧，那边顺水转阳搞乌啦，过河拆桥拆魏啦，何愁不破敌，那就是蜀全两个啊，蜀全两个全也可以吧，小势力控大国啊，没有问题。我们刚才被翻面了，放逐了，下家的话并没有兵，我们直接弃了，也弃了红沙。那边智己智彼，哦，又是冰凉啊，控住，难道又是我们队友？常常这个局面的话他冰啊，但是四号位三四位里面可能有队友啊，看一下八号位这一下没有动，现在的话整体啊那边没有动，八号位南蛮续了一波并没有放，我们自己比看一下张合，哦吼哦吼，这下底库被我们看掉之后，那不得不逼你出来了啊。那么看我的厉害，看我的厉害啊，再来夺势。打一个无懈，不好意思，老子还有无懈，无中生有，你再打我呀！这还有天然的啊，当然这边顺手拿刀再来，看我的厉害！桃园的话啊，直接吃桃了，没有放桃园，九杀一下暗箭啊，暗箭。当然这个排序的话也可以，刚才有刀啊，万一刷掉之后没刀了，这就亏了啊！盛世为先，又有加一，这个运气还算不错啊，这一局啊。还算不错。那么乐不思蜀，当然这个乐我觉得决斗那可能三号位真骗我们队友啊，就真骗我们队友，就这样吧，搞死国家。但是那边张合这个乐刚才贴的稍微有一点点有点问题吧，张合这一贴他到时候不行动直接挪这个乐啊，水无常形啊，
看他这边的话不虚了啊，不虚了，看我的厉害，南蛮入侵，现在他整体打输出了啊，挨个掉一掉，最后没有再拿南蛮了，那我们拿了一个闪，南蛮也没有啊，贾大爷没有拿南蛮，贾大爷其实可以考虑啊，拿一拿，顺手转羊，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那僵尸，那么现在的话，整体看似我们吴国抱团了，而且是一个三连动，整体境况还是比较不错啊。但是要三 v 四的话，就看我们这边输出能不能输出来了。由于现在我们这边没有控场，没有那个啊控场的武将啊，比如说大师啊，或者说那个大乔啊。以今日之大事，再多事吧。哼，可以借刀杀人了。哎，拿了一把青钢剑，哦，杀，漂亮啊，漂亮。那我们再杀呗。盛世为先，万箭没有浪啊，万箭没有浪。那边的话，再杀一下田丰啊，再杀一下田丰，以逸待劳，骚包一波，再来锦衣扔掉啊，锦衣扔掉。还来四次夺势。快差不多了，哎，只是比这个看的就稍微没必要看了。看我的厉害！看我的厉害！再来夺势啊，这个稍微有点慢啊，夺势快一点吧。火攻打暗将啊，不是暗将啊，打远威的马超一发。那么现在的话，猴子再来给一波啊，又继续消击啊，而且手里的话有一个无懈，所以到时候即使有乐的话，也不是太虚。然而没有办法，人家这个手啊就是够骚。那么现在难点就在于啊，人家张合社这边啊跟农民有配合，瞬间大屯田集袭一波，带走扎群啊，带走扎群啊。甲鱼这边一个大乱舞，再杀补一刀，三张牌到手，一荣俱荣，再决斗。结果呢，猴子这个布局也不够给力，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一人啊就有点难了。当然，虽然啊两个队友死了，那么现在整体的话肯定是啊直接破位了。那么看到这个铁锁，一刀就属性杀，魏国带走，剩下三国制衡了。三国之神，然后三国里面最强的应该来说是我们的实力啊，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边打的还是比较浪的，盾也不要了，直接弃掉。国之大计，盛世维新，国拆桥。那么这样的话，挂上藤甲还是比较坑马超的啊。锦衣再刷，好，又有冠石啊，以逸待劳，再来。再刷啊，这样藤甲也不要了啊，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冠石也不要了，无中生有。但是哎，可以顺八卦，八卦拿过来。那么到了这个程度的话，看我的厉害，差不多可以了。这个装备刷的稍微有点过分啊，留点老本啊，留点老本。那边的话，桃子强行救起，我们这个打到最后啊，前面打的应该来算还可以，但是打到最后这个排序啊，你这红乐不乐甲鱼，黑乐乐马超呀，对吧？这两个打的稍微有点浪费了一个乐啊，浪费了一个乐。嗯，当然整体现在是财大气粗了啊，没有太虚啊。我们这边拿桃子夺势，扔两张牌，杀一刀，顺手现在也没办法胜了，最后再扔啊，最后再扔。远射进攻给一张，好，又有了人王，再夺势啊，再夺势。那我们这边啊打得非常之浪啊，再来夺势啊，再来夺势。那么这一下没有了，最后火攻带一发，然而人家有九，哎，有九。哎呀，无懈还被拆掉了，那这样很怕后面啊。还是那句话，当然刚才那两个乐已经，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两个乐已经没了啊。所以的话，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已经不是特别虚了啊！顺着转羊，甲寅拿过来，以今日大事当行此劫，再来。国之大计，那么这样一波鲁的话，就是继续强鲁装备啊！桃子都不要了，我们这是打算留火攻做输出牌了啊！最后火攻一下那边，那肯定是可以带走甲鱼了，九杀一刀。国之大计，再刷牌啊，再刷牌。这里最后注意，我们一血决斗，哎，漂亮啊，这个是漂亮的。
这个时候啊，以睡觉为主，保命要紧啊，保命要紧。那么这里夺势又可以白银回血，最后的话如果能带对面一血的话，我们可以先刷装备啊，回血，嘿嘿，啊，爆发很强了啊。马超基本而言的话，从过牌量上来讲，基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了。以今日之大事，当行此劫，再来啊，再来！这个刷牌我们继续快速一点吧，这个看刷牌太恶心了。看我厉害！再来刷刷刷，哈、啊！最后的话就是捡一挂起，上一道德格加德格加，杀我不到！审视为先，哈、啊！顺手都没用了，顺手都没用了。还在刷，还在刷，那这样留一个顺手，下一回合的话可以顺他一张牌。看我的厉害！看我的厉害！再来，哈、啊！看我的厉害！杀一刀。再来决斗啊！那这样肯定死了、啊，决斗啊！这个架，这个架。那么这一局整体的话，应该来说啊，这个里面一般我们讲啊，排序的话就是说，刷完到最后啊，你再去决定你的出牌排序。那我们主视角呢这边，就是边打边刷啊，边打边刷，并没有说一下子，因为有的时候像。怒神将的话面临一个问题就在于啊，你是扔装备啊，扔着扔着你可能啊会到时候打到最后就是又是装备区白板了，装备区白板了，这个跟老汉推车还稍微有点区别。老汉推车你是打完你所有的装备挨个装备对吧，挨个装，这个所以的话这是两个，这两个组合的区别吧，还是要有的时候当心一点。我们主视角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局，这边我们是一个玩沙蚕啊，玩沙蚕，最近好像玩沙蚕倒不是特别多了啊，没怎么看到。好，是一个七号位啊，比较偏酱油味了啊。一号位那边啊，去远位狙击一发，偏位将啊，当然是不管啊，不管，什么人都敢狙吧，都敢忙啊。二三位就这么还算低调吧，四号位。吴中生有开一个万箭来，大家嘿嘿嘿嘿嘿，老韩来了，顺手转羊拿个八卦，乐不思蜀，这又是一个盲搞的，又是一个盲搞的。四号位也有可能偏位啊，这个应该来说比一号位的嫌疑更大。结果呢，打到最后啊，是队友哈，是他的队友，不是我们的队友。莫再提起，来混，早晚要还定。还那我们群雄这边的话就可以啊，敲起二郎腿啊，这个晃悠晃悠，看看戏，喝喝小茶，搬个小板凳坐好，啊，看戏了，撕逼，怒看魏无撕逼啊。我们这边的话加一，最后就这样哈、啊，就这样留了一个九和无限，可以吧？可以。现在的话帷幕已经亮了出来啊，桃园我们这个肯定占优了啊，没有问题啊。八号位刚才没有动，一号位继续开盲，那么一号位很有可能是危将啊，从开始就开始盲，现在还开始盲暗将、一代劳杀一刀下降，就尽管放马过来。注意啊，吴将这里啊其实还不是特别好打、啊、毕竟啊，毕竟这边徐胜家相向啊，全家想想，官是强弩，鼠辈竟敢上我。小编的话，想想不留手牌啊，直接强弩啊。当然他气的话，加一也不太好气呀、啊，加一也不太好气。以彼之道，还是又再次刚烈了。莫惧小旗。二号位直接托管气流了，火攻。想想主要刚才这个没留手牌啊，对他的防御太伤了啊。那么现在的话整体我们作为魏群雄啊，继续低调啊，继续低调，九桃无懈扣手里。哦，女不出来帮着打了，顺手下家，好的，把下家往死里捅啊。哦，这直接杀李典，哈哈，这个闪的浪费了啊，闪的浪费了。按照道理你碰到女巫这闪肯定要憋在手里啊，防止二号位这个时候来个突然袭击，我不偷管了，带你飞，对吧？再看你一刀，你到时候死的心都有了。众将死战，非我之功。白银挂旗，八卦回血，杀一下徐胜。现在我们有一个场面上有一个队友在啊，但是整体没有嘲讽，而且啊稳稳的现在是打魏国啊。
魏国这边状态的话也不是特别好，他们的配合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想要二 v， 如果我们再出来的话，二 v 三啊，并没有那么容易啊。神挡杀神，杀一下二号位，喷一下小猴墩。大丈夫，可举铁槽，吃个桃。再提起，就是看一下那个没有必要。二号位，可以看一下一号位，确认一下是不是魏将的。啊，二号位看来是彻底弃掉了啊。爱兵如子，胜乃可全。你大佬。打个无懈，好的，是刀杀。且慢，那边扎拳的话，过河拆桥。哎，五号位其实这边打的挺心机的，这个时候就是把我们炸出来呀、啊，炸出来。他不想打工呗，对吧？打工打得太狠之后，那这样炸出我们之后，扎拳的话，他可以稍微看一看戏了。这就是完胜。那么八号位杀一刀，在三尖两人拍一个，直接带走了二号位。啊，那边的话砍一砍。整体这个状态。要自重一点。这个台词好像好虐风骚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早晚要换地，哈，早晚要换地。那边暗将迟迟不出来啊。实施不出来，应该来说比较偏位、啊、非我之功非群。当然刚才的局面他去答案的场上有两个吴的时候，两个吴两个位，也有可能是吴将哈，但是我觉得魏将的概率更高一点哈。看吧看吧，像现在这个场面啊，肯定轮不到去搞一号位啊，这个时候的话就是答案将啊，打那个魏国打大魏，胜不了我的全雄就是在这跟魏国撕逼。你的眼睛在往哪儿看呢？其实还在你胸上看呢。天地之间，南门，炸一炸，炸干他们啊！炸干他们！既然往你胸上看，咱们平胸而论啊。二爷，这就没有办法了，这就尴尬多了啊！本来说好的是那个偏位啊，即使不是位也应该是个吴，最后人家跳了一个鼠，这个分分钟打你了。那他前期的话，整体把队友身上砸了好几刀、啊。何惧节操啊！何惧节操！现在魏将的话，整体稍微占上风啊，占上风。顺风转阳。那我们的闪哈、啊、还是不拿藤甲，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那我们现在勒布斯鼠又勒中啊，那整体的话，二爷砍一砍位啊，这个时候再来锁锁灵魂，杀一刀。比比之道，还施比身，还施比身，下死注意点，休叫天下人众将死战，非我之功。魏将整体的话还是比较好打吧，比较好打。现在这个闪电估计要，当然闪电我们是不需要。黑闪电一个，徐胜直接想带走二爷，结果曹老板救起，这是想自己收人头。这个一张牌嘛，这个一张牌浪费一个桃子哈。我觉得稍微有点困、就是他，前尘往事，就是他。这个配音非常的宠溺啊，胜乃可全，就是他，是他，就是他，杀一刀。现在啊，本来啊，这个应该来说，本来是想坐山观虎斗，看吴虐啊，吴魏撕逼，结果撕着撕着，吴国就倒了。打完之后我们队友出来盟军祭旗打魏国，结果也是被挨个撕了。那撕到最后啊，这个 2v2 的状态啊，尽管放马过来还是有点难。扎拳呢现在缺一个包养的，缺一个包养的。但是啊，注意啊，毕竟是完杀禅啊，毕竟是完杀禅，所以我们这边离间的话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啊。非武之功，李典吃桃，顺手控徐胜，九鲁一方闪。哎呀，没有。那我们现在也没有桃子能够救徐胜啊。好，杀一刀带一发，这样直接怒送人头了啊！怒送人头。但还好啊，还好，我们这边依然有优势啊，有优势，优势就在于，大丈夫何惧小节，这个宠溺啊，宠溺我吧。
啊，宠溺我吧。这样的话就看我们这个一把一把的理解他们，理解的他们生死不如啊，生不如死，观天象之变。再来，嗯，哎，这个就漂亮了。再来一个九煞，反馈，最后还有闭月，那你司马能如何斗得过我？这里决斗直接长吧，直接带他飞了，胜不了我。所以我们这边玩杀钱啊，牛逼之处啊，像这种啊，为国能克为国的将还是有一些的。那我们这边的玩杀钱啊，应该来说貂蝉就算一个了，貂蝉就算一个。除此之外的话，大师啊什么的，可能也还算不错啊。玩杀蝉，这个貂蝉，这个新配音感觉的非常的，这个声优找的非常的赞啊。好，我们来接下来看这一局蜀国啊。那我们这一局蜀国的话是选了甘夫人和小胖啊，小胖没有哈。是一个二号位，二号位的话起手，哎呦，那边闭月就出来了，这主将肯定有个大 boss。那我们直接第一轮的话，续了两个南蛮啊，一个远交进攻，这个打法、啊、感觉略风骚啊，略风骚啊。三四位都没有动，五号位的话装上冠石藤甲，知己知彼，看一下下位主将来一波。六号位的话无中生有，顺手转羊拿冠石的啊，拿冠石，当然也可以藤甲嘛，看他啊。当然现在场上的话，貂蝉在那边，嘿嘿，你敢挂藤甲？不要怪小女子哈、啊，来一波，呵呵呵。哦，这边竟然动了六号位暗象群雄吗？罗二生辰啊，罗二生辰。我们这边这个续牌啊，真是大胆啊，胆大哈、啊，艺高人胆大，敢撸。下家弃牌，四号位的话简易挂起来，闪弃掉。哦呦，大 boss 啊，大 boss！ 然后他这个藤甲、啊、可能要有点，要有点难受了啊，要有点难受了。这一旦上不到我，甲月也跳出来啊。哦，还好他把藤甲换了啊。知己知彼，看到下家六号位，看到七号位底库，起手的话是有毒条的啊，有毒条，顺着转眼来一波弃牌。八号位的话，那么刚才应该是七号位的。单独的这个起手独条啊，那我万剑的话掉血，三号位体系微服飘忽若神。那么现在群雄在场上啊，八号位也有可能疑似群雄，所以的话整个局面不用多讲，就是打群雄嘛，打群雄。但是现在他们这边啊不是那么好打的啊，不是那么好打的。再下次注意点反馈，拿走一个南蛮，我们这边是不是再要开一个？没有开了，闪都不要啊，打得非常的浪啊，这个有种走钢丝的，让我看看紧张感、啊、求生的意志。甲鱼开一个大招，还好没有砍我们啊，还好没有砍我们。那边有锦衣，正好去看貂蝉，漂亮啊，漂亮！乖乖领死吧，且看你如何自救。早晚要还的。那么司马现在是这个。估计啊扛不住了，估计扛不住了。六号位不动，七号位周瑜出来，那么必然带一刀貂蝉，直接怒送有逃吧，有逃有酒啊。毕竟过了已经这是第三轮了，所以的话有酒也比较正常啊。八号位这一下没有动了啊，貂蝉，哈哈，神了，好评啊，好评。那我们这边的话没有选择神智回血，还好啊，信仰够足，来了一个白银，最后的话八卦回血，南蛮一开，来一个开大，顺手转羊，还有拿到桃子，这边直接撸一刀貂蝉，看你如何应对。还有桃吗？紧张，结果是画图啊，炸出来就好啊，炸出来就好。人头倒不是最紧要的，关键是这个场上的局面。那边的话直接强收魏国，收掉之后的话，然后是可能是我们队友啊，可能是我们队友。那边想过河拆桥，这边过拆桥这边啊，哈哈哈哈，他
他去过河拆桥这边的话，有可能偏魏权，但是又不太像魏啊，不太像魏。现在的话，嘟嘟开万剑，我们好、哦、神八卦好拼啊，神八卦好拼。圣，哦哟，又来了一个南蛮啊，那我们只能掉血了。刘浩伟，看看身份究竟如何？魏国啊，魏国，这个魏藏得很深啊，藏得很深啊。那刚才的话，毒条啊，那个周瑜的毒条啊，是刚才那个有一个起始的木牌毒条。那么现在场上其实局面进行的非常快，八号位的话后除了第一次啊有点偏群雄，后来都没有怎么动。现在的话三号位呢也疑似我们的队友啊，而且是四血将，四血将。这边吕布的话直接去搞黄盖啊，这个时候应该来说整体啊去炸暗将比较好啊，炸暗将比较好。那边的话去上三号位，在血河岸的深渊里啊，攻锦边吃我。天下本无难事。这边八号位难道是我们队友？布局而已。四血将啊，这要是他是队友，然后那么这边的话三号位呢应该来说最后的话直接大家跳出来就行了啊，没必要再墨迹了。以逸待劳，还不出来啊，还不出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快速解决战斗完这个火攻，哎呦，这也是啊，这也是妾身无恙，相公请安心征战。这一局啊纯粹啊就是我们在场面上战斗啊，两个队友几乎没怎么动过，哈哈，最后躺赢啊，最后躺赢啊。这是这一局蜀国，我们最后看一局天头局吧，小局啊。我们这一局的话是甄姬加夏侯渊，是一个二号位，看一看啊如何发挥。那么弓箭手，当然啊又是大嘴打弓，弓箭手准备反击一波强弩，下次注意点，下次注意点大反馈来一波。那么紧接着的话大嘴啊，这么一射之后啊，再开一个乱舞。司马啊，整体这个手牌在这边应该还算不太虚啊。七号位杀了一下六号位，神仙难救啊，全都去死吧。嗯，当然他这里五张牌、六张牌了，有点难了啊，有点难了。准备反击。哦，又收到人头了，恐龙。杀我们一刀，不好意思有闪。那么最后这一闪啊，拯救啊，拯救自己一波大落神。当然这个顺手的话只能用到恐龙身上了，有白银可以回血。好的，漂亮、啊、已经死了。那么直接带一下恐龙啊，神速带一刀，直接不摸牌了啊，带一刀。最后这边的话以逸待劳回血制止笔，那边看到了甘宁锁锁连环带上啊，这样的话再过河拆桥一发火杀一刀。当然八号位啊，八号位三血不卖啊，这个时候我们打的话也没有问题、啊、和珅啊，和珅酿甘宁的话这边可以拆我们啊，可以拆我们，还好他没有过多的拆的牌。哎，我们有这个想打我们啊，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神速进击，这里不是作态。好的，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当然最后这边的话手牌稍微有一点点缺陷啊，这个闪电挂的非常的差评啊，乐不思蜀控住。下一回合的话继续大落神啊，大落神，然后靠神速带他血啊。嗯，飘摇西，哎，这个不给力耶，这个不给力啊。万箭齐发，最后的话留一排做防御啊，当然你要打得保守一点可以留两排啊。罗袜生船伏羲若青云之碧月，两张闪。好的，这个时候甲鱼跟我们基本机会不大，机会不大。最后再来一个神速进击带走。飘摇兮若流风之回血，好吧，今天的这个国战就到这里吧。最后谢谢大家，感觉今天整个人不在状态哈、啊、刚才解说军阵也不在，好吧，最后还是谢谢大家。